接下来请向相声同仁堂表演者王皓月、李浩洋掌声有请。谁呀？多有意思啊，朋友们爱听相声啊。刚才是一段传统节目叫打灯谜啊，每个演员都会打灯谜啊。说刚才王善勇是大傻子呀，这是节目需要啊。王善勇来说是我们后台最聪明的演员哦啊，但是当然说了，我们后台有傻子吗？嗯，有傻子啊。这个傻子呢，岁数还不太大，有个30岁左右啊。这傻子从小到大呢，就说俩字儿啊，没有。你跟他聊什么，他都没有。傻子，你叫什么名字呀？没有。傻子，傻子，你吃饭了吗？没有。啊，傻子，你穿没穿羽绒服？没有。啊，傻子就会说没有啊，因为他智。哎，这故事你听过吗？没有。谁傻呢就看出来了，是不是？讲完了吗？没有。你看刚才那傻像演的吗？有点意思啊。说我们相声演脑子必须得聪明啊。这个演员可以说是比王善勇还聪明。我呀，真是这样。还好呀、啊。哎呦，我也出个题考考你啊。听你的。我这题可有意思啊。哎呀，朋友们可以踊跃的猜一猜啊。嗯、说这个小动物题。哎呀，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园里有什么？饲养员。饲养员。问题来了，动物园里边有很多动物，啊，有很多动物。哪种动物呢？爱问为什么？猜不上来了啊！你看看，猜不上来了。不知道。告诉你，啊，动物园里有很多动物，哪种动物爱问为什么呢？是。啊，王八。为什么呀？哎呀，有点意思，有点无聊了，有点无聊，太无聊了。哎，这是他们说的。对，我要说呢，不能说这无聊的。对，你得说狗，然后这儿得问为什么呀？我说那个呀，得比这还无聊。无聊变得有话聊，有话聊。哎呦，还上口了、啊。有话聊，有韵。对呀，有变化聊。说的就跟那小酒窝一样啊。这都算经典歌曲了。你注意听了啊。来吧，说那个咱们从小啊，爱玩那么一个小游戏。来，还记着吗？你忘了啥了？忘傻了是吧？小时候玩的游戏多了，你没说哪个？纸飞机。哎，还记得吗？有那么一首老歌吗？叫《童年的纸飞机》。童年的纸飞机。哎呦，这是周杰伦吗？哎，从小啊，咱玩那个飞机呀、啊，问题就来了，怎么让这飞机飞得最远，飞得最久？猜一猜。你叠的时候叠完哈哈，知道吗？哦，让这头得增加重量，啊、增加重量，让这飞机。嗯飞机一飞，那你的哈喇子都上去了，没有这潮湿的感觉，它不能够增加重量。不不，跟这重量没有关系。那不知道啊，不知道。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叠的时候，你把它那个翅膀握一下，哦，增加弧度，把飞机的翅膀，嗯，握一下。对，那鸡不疼啊？这不像你握人家翅膀那干什么？真是，哎呀。我告诉你吧，来吧，干脆我告诉你，来，他们玩那个纸飞机，怎么让这飞机飞得最远，飞得最久啊？这是你跪着飞，为什么？因为跪飞最久。哎呦，哎呦，行吧。哎，寒冷的冬天给你带丝凉意。我还在考，我还在想，为什么？为什么呢？贵妃醉酒什么意思呢？贵妃跪着杯醉酒，是不是？这就是属于、啊、真幽默。哎，有点文化的题了。嗯，这都高力士出的，嗯，都是郭麒麟出的。郭麒麟，真是这样，这就是相声演员脑子。哎，你怎么样啊？啊，我脑子好，是我灯谜老了他爸爸。哎呦，那谁，他爸爸，你给我出一个。你给我说一个，我看我能不能猜上。妈，说两段打
你说一个没问题，我说一个，我看你是怎么样，对不对？啊，你说一个。我来一个传统的吧。那还真不错，他这个就比较有学问。我还没说呢，我跟没说似的。对，我跟没说似的。真出吗？马上说一个。我来传统的，说一传统的。咱们说打灯谜跟那个脑筋急转弯啊，不一样。对，那个斑马黑白两道，这都不一样啊。斑马，嗯，三个贼叫警察，这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咱们这个刚才也说了，打灯谜嘛，这是咱们一种民俗活动，有文化。哎。按我们那行来说，你这个脑筋急转弯高雅，哎呦，有点高雅了。哎，嗯，给你来个四六八句的，听不懂。这半夜叫门问声谁，肯定是不行、哦。这属于四六八句。四六八句。您出一个，您出一个，我听听。互动四句啊。哎，远看，哎，猜上了。这就是开始了。嗯，说远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哦、灯笼是灯笼，上头净窟窿。你看这是什么？这还真有点意思啊，咱聊点别的吧。没想到啊，没想到不猜啊。这个灯谜姥姥他爹呀、啊、哎，这个这是太老爷、嗯、哦，这个太老爷说的还挺有意思的、嗯、远看灯笼大，近看呢大灯笼，灯笼是灯笼，嗯，上边净窟窿，净窟窿，中东哲，哦，这我猜出来了，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那个纸飞机呀、啊，纸飞机弄下来的灯笼，这猜不少，猜不少，我连小鱼都猜着了，哎呦，那我还不如他，告诉你啊，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灯笼是灯笼，上头净窟窿，哎呦，哇塞，太难了，这是破灯笼，就一破灯笼还。猜不上来，我没敢猜，我以为这里边有多高科技呢。你还敢猜吗？哦、原来就一破灯笼。对了，它灯笼进窟窿，那不是破灯笼吗？哎呀，你才明白您嘞！你再说一个，这回我能猜上来了。说远看电风扇，近看电风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不会转。这个破电扇不对，没电。哦，它没有电，哎，没有电，它就不会转了。对呀、啊，哎呀，你早说我就知道了，还猜吗？这两个打灯谜有点意思。你再说一个，我猜猜，还猜啊？我还猜。说远看是皮鞋，近看是凉鞋，往近一看又像皮鞋又像凉鞋。这我猜着了，这是破皮鞋。不对，穿着皮鞋你们家没电。不对，那是皮凉鞋。皮凉鞋，哎，没有意思，猜猜吗？还有呢，哎呦，他到三四抖吗？他到上瘾了，朋友们，他可开始抖了。听我这个，这最文雅。你在这给我抖了抖了，哎，说远看什么？是你爸，就是我的父亲。近看谁呀？是你妈。他们俩人仿佛认识。往近一看，谁呀？又像你爸，又像你妈。这是我爸穿着皮凉鞋。不对，我们家灯笼破了。不对，我妈抱着破电风扇。不对，到底什么难死我了？这是为什么呀？这是，这是你爸抱着你妈，我爸抱着我妈。对。什么题呀？这是说了半天，这都像话吗？不像话，是我抱着你吗？没有礼貌啊！刚捧捧你，脑子挺好，怎么开始人身的攻击了？没有，我可没敢攻击你啊！什么意思呀？我没攻击枸杞。哎，脑子呀，确实，你看这演员脑子了吗？真是够快的，还行。哎，看我穿这银饰，哎，管我叫枸杞。我再出一个，今儿。哎呦，我的天哪！非得招我？我再出来。我招他干嘛呢？哎，就这小动作啊。这是什么？哎，猜一个地名。不知道。巴拉圭。就这个，来，这动作拍一动画片。这个巴拉圭，葫芦娃。什么呢？这没有意思，太没劲了。说的就是脑子呀，咱们每个演员都是很聪明的。打灯谜我们也得多听。哎，除此之外呢，演员得有点绝活。嗯嗯，你拿我来说，有什么绝活呢？我的绝活就是说完了人就走了，知道吗？这演员多好啊！啊，我的绝活啊还比较全面，就是利尿。哦不，并不是车前子演员呀，并不是车前子。哦，枸杞吗？上的枸杞。我呀。有一个什么绝活呢？什么呢？我能让您通电。哎呦，这是马云，
马上说出来了。嗯，哎，我能让您迅速的鼓掌。哎，这是我们小伙伴，因为什么呢？谁要鼓掌啊？这是他爷爷。哎，小米就别鼓了啊！这是笑谈，真是。我喜欢呀，朋友们热情鼓掌啊，带有节奏。因为什么呢？我爱这个带有节奏的艺术形式啊。你比方说今天，哎，已经带上来了，嗯，这个东西，这就带有节奏，是吧？一提这个，朋友们都了解啊，这叫什么呢？哎，说得很对啊，叫马头琴。我带着马头琴呢，可以说走遍天下，无敌手。行了，带着琴走遍天下，那得是一瞎子啊！你是阿炳，你是？我是阿玛。你太想当爹了。我呀，带着马头琴呀、啊。我跟你说，这不叫马头琴，这不叫马头琴，没人说这叫马头琴。哦，这叫 piano。piano 是钢琴，这叫什么琴？这不叫琴，这叫快板。哎呦，脑子够快的啊！这跟脑子快没关系。知道这个东西叫快板，快板是我们的中文啊，英文你知道吗？来，你看不知道了不是？不知道了吧？不知道。英文您知道吗？哎，亏可立板啊！你不跟人下学的吗？人穿绿衣服这美女告诉你的。行嘞，比我快呀、啊！你看看，你应该说哈瑞阿布板，那就不一样了。哈瑞阿布是亲爱的，什么都不懂。你不要暴露你的愚蠢了，兄弟，上板吧。七块板啊！不光能拿出来，您猜我还能怎么着啊？您能给他吃了？不，我还能给他吐出来，我还能给他卖了。哎，您哪位购买？啊，没有，都多少钱？你还问价？哦，还真有问的啊！您要买，咱就不要钱了，好吗？那叫送，直接二维码。哎，拿出来还不算完，我简单的敲打敲打，打两下啊。击节耳歌嘛，这是一个快板，打出来声音呢非常好听啊。有手机的朋友有没有？哎，您把手机都拿出来，可以开始进行录像和投喂了啊。手啊，今天有点冻着了啊，有点冻着了啊。主要打板之前，朋友们没欢呼，也没掌声，是不是？鼓励鼓励，那就行了，是不是？多鼓励，让你转住。给一千的我上行了，还一千了，行不行？光打板啊，怎么样？不行，光打板属于不行啊。主要我还有一什么绝活呢？现编现唱，哎，只要是个人出个题，马上来词儿。哦，只要是个人出个题，马上来词儿，是吗？真是这样。我行吗？你不行啊！我刚说是个人就行，他在旁边，我行吗？是个人，就说在场的哪位朋友出题都可以。我出吧，哎，谁出都行，别啊，您想出不出？不要劳烦观众了。哎呦，哪位想出题？啊，真没有是吧？我真没想到，我这王皓月这么多年互动未遂，你这玩意儿有没有再给朋友们一次机会？有没有出题的？出什么都可以，你得挨个让的哪位头上，好意思不出啊？有没有朋友们？各位
朋友们，下去唱去。哎，有没有出题的？想您随便说，让我唱个什么？来什么？郭德纲。哦，好，太棒了。好嘞，真不错啊。哎啊，哎，这边的朋友您说。哎，人家说，哎，枸杞。哦，枸杞啊，行，嘿嘿。你出个题吧，我就说呀，您就别让我来就忙。拿起我的竹板心欢喜，这位美女让我唱唱这个枸杞，枸杞枸杞真不错，吃完它它就咯咯乐。一唱枸杞，这位朋友给我拍照，弄得大伙儿哈哈笑。枸杞这两句我就唱完了，那位让我唱唱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嗯，江洋了，就跟枸杞一个样。郭德纲没那么骨气啊，他没那么壮盛的。就说呀，郭德纲能给我们带来无限欢乐，哎，吃枸杞这个功效也不错呀。欢迎您多吃这个枸杞，不行，多吃上火。那你就多听郭德纲，我这个偏方怎么样？快点掌声来鼓励。我有个问题，你看这眼睛晕厥，比我还因为是这样啊，大伙可能有了解这行技术的。哎呀，真不容易！我想问一问，您唱的这是什么辙呀？没有辙了，没辙不行，没有辙，花辙，找找辙，花辙，找找辙啊，那辙啊，还有没有朋友们？再给朋友们一次机会，好不好？哎，再给您一次机会，嗯，什么？什么？你给你播播奶茶。哎，这是渴了这。芋泥播播奶茶，芋泥没法吃。芋泥那是河里的，芋泥就是地补芋头做的泥。芋泥我没吃过，芋泥奶茶是吧？没播过奶茶。哦，这是。我看看长什么样那个芋泥波波奶茶，芋泥波波奶茶，见着见着，来先喝得啊，尽量搞得。打起我的竹板真欢乐，那位朋友让我唱唱芋泥奶茶，我喝得，不是别着急，哎，那位朋友让我唱唱芋泥奶茶，那个朋友是你吗？哎，芋泥奶茶真不错，喝完它大家咯咯乐，这玩意儿跟枸杞一个样。芋泥奶茶真叫好，要是送我也蛮好的。一看要送的您都是上心的，哎，这我们叫动物不让投喂。芋泥奶茶这个题目出的真无比，一看就是个大美女。哎，谢谢啊，好，我给你说吧，我听见了，我听上瘾了，真是关了差不多。哎呀，我出一个吧，真不错，真不错，我出号观众。哎，你就是离我最近的观众。我们挣着这份钱，我得给你往前道领。那不就是我的饭丝？不，您给我出个题，撑着月子，您给我出个题也可以。我出个题吧，您给我出个题，咱来点。出一个就有。开始，不要在我耳边打。这位美女要，我是男的，男的男女都不分了。你拿那一七哥远点。打起我的竹板真欢喜，这个兄弟是男不是女，你到底要出什么题呀？我在这儿要听听啊。哎，一气发发两个都干了，对不对？你我给你出个传统，哎，什么题目？我这个人比较传统，他比较传统。哎，嗯，咱们这个蜀唱来宝啊，哎，过去这行艺术啊，哎，真不容易。存活的根本是什么呢？什么根本呢？就是走街串巷给人唱喜歌，走街串巷唱喜歌。这个要饭当中呢，算是比较高级，然后奶茶就要过来了。一般中
等的要吃，像高级都要钱哦，要钱。对呀、啊，咱今天唱点什么呢？得唱点买卖，唱点买卖。以前门这边您看，哎，这是繁华的街道，前门有很多买卖，哎，而且这买卖都是老字号。你比方说有什么鞋铺啊？是 是, 是。你在街上遛弯不想买鞋，往你这么一让，你就买鞋了。小张沏茶去。是不是鞋铺？不是鞋铺，到底是什么呢？您看那人是棺材铺，拿起我的纸板唱新路，我的这位朋友让我唱上棺材铺，棺材铺真叫好，一头大一头小，就这种低级的数来宝我们不听了。哎，怎么意思？我们要听点高级的。什么呀？到底？您看这个旁边内联升旁边，内联升有一个百年的老字号棺材铺。你前门大街瞧得见吗？卖棺材？什么百年老字号啊？同仁堂啊，岳家老号啊。同仁堂，你得给人同仁堂唱这喜歌，这过去这可不容易，得唱这喜歌。嗯，就唱哪行哪业，嗯，都得唱清楚祖师爷是谁，得有祖师爷。尤其以这个买卖大小啊，见这段的长短。嗯，您看这前门大街这一条街呀、啊，怎么样？最大的买卖得属同仁堂，就是同仁堂了。所以这一段过去来说特别长。哎呀，太长了。这得唱清楚啊，这同仁堂发展的历史，还有点历史，后边还得有报药名。哎呦，真是不容易，好几百味药。哎，这稍微呢，要是一不留神，一掉板，一岔气儿，就容易憋死，就憋死在这儿。所以你给我们憋死一个好不好？哦，这位朋友让我唱唱同仁堂，哎，没问题啊，可以吗？哎，百年老字号，嗯，啊，岳家老号。如果呢唱的比较精彩的地方呢，您也别忘了来点热情的掌声和您哦欢呼声。哎，如果唱着唱着那个忘词儿了，或者板掉地下了呢，我再打头再唱一遍。好嘞，啊，哎，今天把这个同仁堂奉献给我们亲爱的广德楼的观众朋友们，啊，希望您在这儿呢。听得开心，玩得愉快啊！啊，拍照需要不要钱？不要钱了，这回您随便拍啊！今天您随便拍，随便照，往那个某抖啊，是吧？某音呀、啊，抖某、啊。你就说抖音。哎，您往那上面随便您就发，您就说王皓月唱同仁堂唱的真不错啊，您就把这个标题您就打上。我花点钱买点水军不行吗？嗯，买点水军啊。朋友们，我把这段同仁堂奉献给今天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开始唱了，好不好？谢谢。连腿都瘸了，同仁堂，谢谢。哎呀，累死我！你装什么孙子呢你？你就抱一同仁堂，这还不如那个美女那些长呢。不如那枸杞跟那芋泥波波奶茶长，这不好来啊！同仁堂，同仁堂啊！这个同仁堂，它开的本是一座老药房，先生在这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他上边坐，十个名医列了两行。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他的本姓孙，披龙跨虎啊，手捻着针。外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医术高，32岁把他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这个走线号末治好了，一针治好娘娘病，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今天选他在征朝。万岁看他的孙思邈啊，不要封给他武将，他头摇万般就出在了无忌寨，亲身自见大黄袍啊，在一旁弄了哪一个呀？弄恼了竟得老命好了，微臣我东挡西杀跨门边功劳大，为何你不辞大黄袍啊？一把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这个药王爷他的妙法招，这个脱下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命在药王老黎明过姓啊，开个枪头。哎呀，这南路来宝这是大要脸的，这边命你还要到打小刀第二汤汤啊，喝汤汤药拼了心肠，先打这个刘皇宇夺宝，后杀金狼女士
麝香的桃仁陪着杏仁睡着二人躺在谁墙旁嘿三声要海地胆大木贼叫金强大嫂的水银五十两金毛卡人的方子有金香啊他给鹿茸去送信人参这才做大堂子佛手抄起干草棍自动打的身体上儿身体上现在想出路块上大河湾小河湾看大海最悠远的狗皮高铁上喊哟一天来二日来飞的南兵南子小关五虎关六神山七仙丹八宝丸九龙丸还有一天天就别走下哈哈今天唱不完我唱的是啊同仁堂一个小段我祝大家身体健康福寿双全好